这个大哥火了啊！凤凰网都报道他的这个英雄事迹了。河南老铁，河南的车臣人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我们现在乌克兰赫尔科夫的核电站刚刚攻占了这里，和美国的陆战一次进行了战斗，捉了一条大鱼，他奶奶的不太老实，我上去。一顿猪嘴草肉就乖乖的听话了，红旗永远的不倒，无了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现在乌克兰的赫尔松热电站，我们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-9 四式无人机。我非常的喜欢拍视频，喜欢我的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红旗永远不倒，无了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现在乌克兰赫尔松的热电站捉了一名车手，是美国骑兵第一师的，他妈的不老实，我上去找过了一把 MU-11， 非常的精良，非常的好用，喜欢我的朋友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红旗永远的不倒，无了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俄罗斯车臣的，后边是乌克兰的核电站，我们刚刚攻下了这里，抓了几个大鱼，有一个是美国人的顾问，他娘的不太老实，我上去一顿猪腿草肉，乖乖的就老实了，喜欢我的朋友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等我胜利归来，我们一起伏特加，空气不倒，无了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，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，没帝国主义，亡我们之心不死，要时刻提高警惕，不要让自己吃套套好娘娘，一定要做一个热血好男儿。喜欢我的朋友一定要点个关注，红旗永远的不倒，向你们致敬。人家这里显示了拍摄现场是影视道具，救你！烽烟滚滚长夜，看人家配的乐啊，简直是低级红是高级黑呀、啊！你看凤凰，人家讲的啊，光奶粉就卖了38万块钱的，粉丝有30多万，这个平台我也不是我也。也懒得去看，是吧？说现在改名了，我搜了一下没改，啊，还有，就是西瓜上还有了，啊，这个是快手上，你看人家全面开花，我真的佩服这个大哥，真行。台词也没什么台词，啊，就是亮明了态度就行。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们现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和美国的海豹突击队进行了遭遇，一阵斗争过后捉了一名顾问，这小子不太老实，我上去一顿辣椒草肉，小克勒米乖乖的就听话了，我非常的喜欢拍视频，中国的朋友们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，美国这个大坏蛋在这个世界上作恶作多端，让人痛恨，我们已经歼灭他们数百人，一定还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再立西功，中国的朋友们向你们致敬，向你们说一声，红旗永远不倒，无了。这几句台词对这个大哥都是很大的考验。西瓜上还有，我不知道哪个平台还有他啊。看西瓜上这个粉丝，西瓜上粉丝有41万啊。简介：反美斗士，抗美急先锋。所属地
河南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我先看看这个抖音上有没有一堆保尔克擦金，这太多了，我划了一下还没成千上万个嘛，划不到头也算了，没有去找啊。你看人家这一段人家的赞啊，中国朋友支持你，你们会胜利的啊，祝俄罗斯早日胜利，祝帅哥早日凯旋，嘿，哎呦嘿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哥们说你下次机灵点儿啊，你那里还有个蓝牌的宝马的车牌，说在这里你挡一挡。啊，帅哥，俄罗斯一定会胜利，中俄友谊长，搞笑死。啊，这个大哥火了啊，行，给你一个一吨的奖章吧，等着给你颁奖吧。